这个世界啊，冇五二分午餐嘅，所有嘢都等价交换。我知道你咧一直好想做大律师，文生侠咧就抢咗我徒弟，你咧就过嚟帮我，第日咧仲可以做我徒弟，你点谂啊？又要咁啊？你唔系真系以为我会过档嚟你呢边啊嘛？No contract, no deal 啦，簡大律師。你走之前睇埋呢段視頻。喂，叫你回聲啲好啊！我講咗一日，你講啊，一係就將你知道嘅嘢講曬出嚟，一係就斷手斷腳啊！我唔係唔想講啊，搞笑啊！一係咧，你哋過檔嚟幫我手，第二日咧仲可以做我徒弟。一係咧，我將呢個視頻交俾警方，到時大家都知道文新俠啊，係派你去嚴刑逼供。咁大律師公會主席嘅選舉，佢就無望噶啦。上次我為咗揾金蘭向佢仔落藥嘅證據，我做一啲踩界嘅嘢。咁好正常啦，好正常啫。但系简少云嘅人偷拍咗条片，而家佢攞住咗条片去威胁我要我过档帮佢。唔系啊，听朝一再起身我就会去自首，我唔想影响到盲侠选大律师公会主席。嗰条友摆明就系装你噶啦，你仲咁傻走去自首啊？咁可以点啊？大不了咪过去度帮手咯。你系咪傻啊？会唔会系我除咗盲侠之外咩人都唔帮啊？咁咪点啫？三剑侠一个都不能少，交俾我。所以如果你肯放我癫姐嘅，我向你斟茶认错。做咗你咁耐师傅，饮你一杯水系天公地义嘅。不过并唔代表我会放弃朝政会。喂，老爷。落车倾啊！喂，哇哇，搞错啊！个鼎鼎大名嘅法律界教父，竟然罔顾他人安全，蓄意伤人。啊，如果呢件事传咗出去嘅话，唔知大律师公会主席呢个位，你仲冇得争咧？是你自己撞埋嚟嘅咋？而家受伤嗰人系我，但警察嚟到嘅时候信边个啊？我唔紧要啊，简 Sir， 如果你可以 delete 咗你手头上照正妹嗰条片嘅话，我咪唔追究咯。我哋有车 cam 嘅，影低晒所有嘢。我都想知道我架车系点样花嘅。你要报警啊嘛？我帮你报。简 Sir， 我想你最好都是不要报警，否则我会要求警方帮你验血，到时你会很麻烦。你咁讲咩意思啊？我在你喝嗰杯水度落了少量的迷幻药，如果被警方查到大律师吸毒，莫讲选主席。好可能連律師牌都會冇埋，你諗清楚先。你攞咗電話想報警啊？報啊！報啦！仲唔報？報啦嘛 ！Thomas， 唉，即係佢點啊？冇留底啊！指控你侵犯佢啊！我冇啊，我掂都冇掂过佢。你哋唔好再横冲直撞。你应该知道被告系唔可以需要当事人噶。我唔知点解针对我啊！我冇非礼过佢啊！平时我劝 client 唔好做嗰啲，我全部都通通做齐。呢啲系咪叫能医不治医？